每年嚟到啦，祝各位同学咧学业进步，各位老师咧就身体健康，工作愉快。我哋训导组恭祝大家学业进步，生生性性。同学仔就系仪容整洁，头发乌黑亮丽，生生性性，学业进步，仲有主恩满日。我哋训导组同人鞠躬。系，我咧就系校务处嘅林英杰先生。我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好似我个名咁啦，就英俊潇洒，同埋有杰出嘅成就嘅。系，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学业进步。喂，咁多位同学仔，嘉立 Sir 咧祝大家荷包上满啊！好似嘉立 Sir 咁，成日睇医生咧都唔使钱嘅，咁样咧成日都丰丰富富个袋。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恭祝大家！虎虎生威，龙精虎猛，虎进金来啊！虎年行大运，哇！哇哇！祝各位心想 OK， 学业进步。咁我祝大家大吉大利啦！我哋视艺科嘅业务就蒸蒸日上啦！虎年祝大家虎虎生威，身体健康。祝大家万事如意啊，心想事成。我也祝同学们苦年事事顺利，学业进步。Hey everybody, Kung A Fat Joy,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in the Year of the Tiger. I hope it's a very very good year for you all. Bye. 恭喜发财啊！我祝大家喺今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咁我都祝大家学业进步，步步高升。另外，我都祝会考同高考嘅同学今年考试顺顺利利啦。钟岳谦啊，睇嚟你今个新年假翻嚟发福咗唔少喎、啊。你系咪就系鬼食同瞓冇做运动啊？梗系唔系啦，我呢啲肌肉嚟噶。我啊呢个新年除咗系拜年之外啊，我仲日日翻嚟练舞啊，就系为咗啱啱过咗去嘅渣打马拉松啦啦队比赛做准备。估唔到你咁勤力、啊，咁成绩点啊？其实我哋对于今年嘅整体表现咧都好满意噶啦，对于上年咧亦都有好大嘅进步。虽然咧我哋今次比赛冇攞奖，不过咧我哋下次比赛都唔会灰心嘅。其实赢唔赢都唔紧要啊，最紧要开心啊嘛。不过我哋 NYTV 嘅同学喺今个新年假就冇白白浪费啦。我哋制作咗一条名为《做个不倒快乐人》嘅宣传短片比赛，不如我哋睇下片段啦。我有点不舒服，你陪我到医院去看看病吧。哈？你话咩话？我系话我有啲唔舒服，你陪我去医院睇医生。哦，咁不如我哋重复一下先啦。
我有啲唔舒服，我有点不舒服，你陪我去医院睇下医生，你陪我到医院去看看病吧。但我阵间仲要上堂喎，不如我帮你同老师讲啊。啊，阿李乐庭啊，你今个新年咧有冇食滞咗唔舒服？屙噗噗啦。嘿，梗系冇啦，我饮食不嬲都节制噶，梗系冇事啦。不过咁，近日天气忽冷忽热咁，大家要小心啲身体啊。冇错，咁我哋呢一集最后咧会送上一段德育组同学预备嘅关于高铁同八十后嘅讨论。时间又差唔多啦，拜拜。我哋系公民教育组嘅同学。王同學，知唔知道香港討論區近排嘅熱門話題圍繞住邊兩樣嘢啊？梗係八十後同高鐵啦。其實我哋呢啲咁後生嘅九十後對高鐵一啲都唔認識，咁好似係起咗669億啊！嗬。王同學，你答啱咗啦。其實669億對於我哋呢啲小市民嚟講，真係天文數字嚟嘅喎。而且高鐵嘅香港段嘅造價可謂全球最貴。但是想深一層，我個人認為高鐵的造價其實貴得有道理的。政府可以改道，吳京松園村就省幾十億咯。那巴打你又認為可以改道去哪裡呢？我就認為直情不要在西九道起總站，應該在設總站在這個錦祥路，不但可以不用拆菜園村，更可以省回點錢。你知道嗎？就是西九高鐵的總站就用了669億的一半。锦上路的方案表面上看是就是造价比总站设在西九低，但是铁路专家指出，锦上路方案只是将复杂的工程不合理地简单化，因而低估了造价和技术问题。事实上锦上路的方案造价至少都要500亿，而且如果接纳那个方案的话，将会有至少等于两个菜园村的村民会受到迁拆影响。那啊，两个方案都这么贵，就是希望高铁可以早点回本啦。咁王同學，你知唔知點解班八十後會對今次高鐵撥款呢件事咁大迴響啊？因為依班八十後係一班高學歷嘅一群，但係家庭負擔比六十後同七十後嘅人少，而且年青人嘅思想比中年人梗係激進啦。仲有政府要起高鐵，只係想滿足一班有錢人同阿爺啫。其實市民包括我在內都好高興見到香港人再唔係好似以往咁俾人話係政治冷感。但是今次高铁事件就见到一班八十后之所以会这么激进，可能是因为他们用很主观的角度看政府，可以说是政府做些什么他们都不顺眼。其实高铁又不是完全在他们口中说得这么一无是处的。那当然高铁有它一定的好处，中国高铁网贯穿全国，香港起了就可以避免香港被边缘化，但八十后又不是没有它的道理。依班咁嘅八十后见证住香港点样重复犯错，就好似885母语教学推行失败，就有红湾半岛嘅丑闻。可想而知，八十后系因为担心政府再一次做错决定，先用啲咁嘅激进手法，想政府考虑清楚一啲啫。王同学，既然高铁拨款都通过咗啦，都系学你咁讲，寄望佢快啲回本仲好过啦。咁高铁拨款事件同八十后都成为咗历史啦。要反对都反对不到，咦？香港讨论区转了热门话题，不如我们讨论区见啦。哦，咁好啦，再见啦，各位同学。拜拜。你行边啊？呢边啊？我行呢边啊。拜拜。拜拜。